美食能健脾益气，增强免疫功能，对内伤劳倦、脾虚泄泻、心脏病等气衰血虚引起的病症尤其适宜。主要原料嫩母鸡一只，400克左右，当然鸡腿更好。黄芪50克，把宰杀清洗干净的鸡切成2厘米见方的方块，把鸡块放到滚开的水里烫一烫，这叫做焯水，这样可以去除细水。等鸡块一变颜色，就可以立即取出，冲洗干净。做这道菜要有这样的气锅，蒸汽从底部冒进来，把鸡肉蒸熟。把鸡块摆进气锅里，把黄芪倒进去，加15克黄酒，少许盐和味精。再倒进500克西花，加上葱节和姜片，盖上锅盖，把铁锅坐在锅上，用旺火把水烧开以后，改用文火蒸1.5小时。把葱姜给拿掉，黄芪汽锅鸡蒸好了，您不妨洗